布林带是借助移动平均线并从中延伸出的两条方差线。布林带用于反映波动情况，投资者通常会通过观察布林带的宽度来预测市场波动幅度的大小。布林带越宽，波动则越大，同样预示着未来的波动可能会减小。但是如果布林带越窄，则表示波动越小，预示着未来的波动可能会增加。